这支影片是早上11点多在江厝湾拍的。好的，来到传说中的郑厝湾，就是这条，这一片整个都是，大部分都是吃的。早上的郑厝湾有没有人？从镜头当中各位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时间是早上11点多。一般来讲，郑厝湾呢，下午时段人潮会进来，早上看起来就是比较没什么人的感觉。如果是你是跟着旅游团在厦门这里的，这个点一般都是下午的。白果子生煎包，到这个点，外焦里嫩的，哇，这个甜。那个是换吗？面换粥的有。加三小时。这是要十当钱来着。来，吃酱，我们里边请茶。来来来，饭里面主要是那5块，肠粉10块，饭面汤。来来，你那块块好。来，再打你们小小啊。做错了，小子。干喽。建筑工艺，古法传承，特色小吃，方位独特，味蕾之旅。几次行动，每一步都错过闽南行江的妖女，不见不散。闽南行江的妖花香，邀您共品一道风味。一家入魂，建筑工艺，古法传承，特色小吃，方位独特，味蕾之旅。几次行动，每一步都错过闽南行江的妖女，不见不散。上面那是假的榴莲，那掉的那是假的，塑胶的。老板，辛苦了，再吃一点。过来。大概等差不多。坐的。重点是，如果这样就是人挤人，你根本走不动。好的，不好意思，让各位看的这段影片是表示怎么样？郑厝湾早上比较没有人，逛起来比较不会人挤人的感觉。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